中共病毒疫情持续，香港楼市受压。继周星驰将其山顶豪宅抵押俾有美资背景嘅银行之后，市场传闻张柏芝以1.4亿港元出售中半山豪宅。疫情再加港版国安法，香港楼价未来走势引发关注。日前市场盛传张柏芝已将一处豪宅以1.4亿港元出售，出售物业位于中半山世纪大厦二座顶层。2011年，张柏芝以1.28亿港元购入，2014年一度叫价2亿港元，但一直冇人接盘。今年香港经济陷入衰退，该物业降价，最终以接近1.4亿港元价格售出。楼价高企是港人十分关注的话题。据悉，2019年，香港以平均楼价978万港元，再度成为全球楼价最贵城市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78.64点，按周回跌0.9%。分区指数，港岛区跌幅最大，下跌3.45%。来方执行董事林浩文日前估计，今年香港住宅楼价的下调幅度大概会在5%至10%。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、研究部主管洪浩表示，香港是全球楼价最高的地区，楼价高企，楼市泡沫较大。虽然受疫情影响，香港失业率攀升至接近6%，创十几年最高，但由于按揭利息较低，按揭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%至9%，并未超过可支配的收入，所以不会马上看到楼市大幅度波动或者出现泡沫危机。